黄色底图中间党徽像极了国民党的党徽，不过仔细看是中华民国国旗的国徽。日前退出国民党籍的新竹县选区立委徐欣怡，另外筹组民国党，18号举行成立大会。徐欣怡因为对国民党失望，所以成立民国党，有意和国民党来做切割。台湾在两党政治之下呢，20-30年，很多人感觉没有什么进步。我们的党旗呢，是以象征着光明与希望的金黄色，一整片的金黄色当中，镶嵌有中华民国的国徽。很多人误以为这个是某党的党徽。他退出国民党，他还自己讲过，化为春泥，继续复花，那就是他继续会支持国民党嘛。所以他就是换了一个这个